板、转盘、层板，先把转盘装到底板上面。底板上面两个孔，这儿有转盘上面也有两个孔，这个孔这个小孔跟那个底板的小孔对齐，中间这个大孔跟底板的大孔对齐，对齐差不多就可以上螺丝，上四个螺丝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四个螺丝装好之后呢，上层板。层板的话就是这个打板孔，如果打板孔朝正面，它这个孔的方向就是相反的。打板的孔是根据这个层板孔的方向来定的。装好之后，把这个底板盖过来，盖到这个层板上面去。中间四个榫卯孔位置，四个位置露出来差不多，就可以上螺丝。螺丝在这里上。上小眼和大眼和中眼，这个大眼不要上，上中眼和小眼。这个螺丝拧进去就可以，拧到底就可以。